有佛十力之地，月月明了法定，以大众中凡有所说，即无恐惧，心清安，无所畏，了尽者行业尽啊，率尽苦道无畏，信心发乐自在。哎呀，用心体会，有佛十力之地，是内外明了决定啊。这就是咱凡夫，所以爱修行啊。佛陀以具足十力之地，佛陀啊，内外明了决定，咱自问咱家己，咱到底呢？地力有偌多啊？佛陀有十种真具足的地力啊！也咱呢，到底会当了解偌济天地之间、人我之中啊，事物？咱到底呢，会当体会偌多呀？实力，咱下面会搁再去解说着实力。咱爱用心听了解佛啊，所以叫做觉悟天地宇宙万物之理。所以，以天地合为一体，无所不知，无理不解，这是佛陀的智慧。佛陀已经觉悟了啦，所以智慧这么正顽奇呀，咱凡夫呢？那就是迷啦，也可是在迷中不觉啊。佛陀内外明了决定，也难呢。难，凡夫甲佛来相比，真正是猎沙甲苏米山来。比啦，凡夫差佛的距离这么多，那佛陀啊，一直安尼甲人讲，人人本具佛性，就是要叫咱唔通看轻自己，只系咱爱好好相信自己啦。以佛当顶佛性，只是咱爱用耐心、长久的心、恒常的心，去了解啦。咱爱立愿啦，身体力行，唔只是一生一世。生生世世，这就是佛陀爱咱爱有信心嘛。所以佛陀已经十力之地内外明了决定了，尤其是以大众中啊，凡有所说。即无
强固。伊所讲的话啦，咱爱真相信，因为佛陀真有自信心嘛。天地无常，万物都通铁啦，所以佛陀讲法真有自信，无强固啦，这叫做信，坚定的自信，也咱要有坚定的信仰，相信佛所说，佛陀心境平安，叫无所谓，心平安啊，就是无烦恼的心灵，因为所说一切的话啦，都无恐惧啊。当然讲出去，对家己足有信心，言之有理啊，拢总有道理的咧。所以法讲完啦，是心平安，无所谓。将这个道理讲出去，给大家人知了后，也真欢喜啊！因为佛陀已经是了真者，是一位了真呐、啊，无烦恼的人呐、啊，心啊，无有无明，无有烦恼，无有定沙行，拢总无啦。所以了真者，息灭尽。所以以心平安，无所谓，是因为以了真呐、啊，息灭也尽呐、啊，无有遮的烦恼。这就是咱要学佛的目标啦。所以佛陀会当向人间呢，说尽苦道无畏。人间苦啊，将佛陀成佛，向着世间人讲法，第一。就是艰苦啊，是啊，苦啊，这是啊，人人呢脱不了的苦啊。人生苦难偏多，真多的苦，何况呢大自然的法则，这是人人都要过去啊。是苦啊，所以说尽苦道无畏，真正人间要讲的苦，真正是真多啦。这个道理呢，佛陀说法第一句就是苦啊，这咱应该爱相信。所以信心法乐自在，人间是苦，但是呢，佛证悟了后啦，伊已经脱离了一切苦啊，无明烦恼、定沙行，拢完全去除。所以以信心发露自在，大家就是在法中充满了心力之地，内外明了决定，天地宇宙之间无一法不知，无一理不通，悠悠在法海中啊，所以一方面
向世间人说尽苦道无味，一方面在伊内心世界呢，无有烦恼，所以身心发落自在，一定呢道理清楚明白啦，佛陀会当得到安尼，当然。伊真欢喜啊，所以时时感恩啊，感恩伊会当感恩，得到安尼的法乐自在，伊感恩呢是善知识，知识有恶业的知识。有善顺的知识，无不都是呢正常言的知识，所以这个知识佛陀是真感恩，所以咱也应该爱学佛，安尼呢对人人感恩，事事感恩呐。在地识所在所物的，咱应该拢爱感恩。所以知识者知其心性，其行其义，知就是知影，知影伊的心思念头，或者是伊的形貌，一切的道理拢了解啦。人甲人的中间呐，爱互相相知，这就是善知识，爱互相相知呀。啊，我捌这个人，这个人的行为等等呐，我拢清楚。知人呐，乃朋友之义。这些人跟人的中间啊，所应该要互相了解的，会朴知朴实之为吼，不是跟他讲吼，知影真多，捌真多，不是啦。知识这两字呢，是人跟人的中间，朋友跟朋友中间。互相认识，互相了解，不是在说的，我知道这项事情，知道那项东西，不是哦。所以，善者是以我为益，度我以善度者，这是人跟人啊，人对我有益，唯有人甲人的中间互相有益啦，唔是虾米物件对咱有益，咱捌人啊，比捌物件搁较重要。所以人会当互相利益啊，以我为益，这是善呐。善知识会当增长咱真多的知识，会当引导咱了解真多的道理，这拢叫做善知识。善知识会引导咱道我以善道，引导我到善的方向。这就是好朋友啦，
教咱做到的代志。所以伫佛法经的文句内底安尼讲：文明为底，见行为实啊，世人应悟，菩提之道，这叫做善知识啊。我捌伊个名，那啊，我知啦，我知影这个人。但是呢，我也毋捌甲伊见过面，干阿捌伊个人啦，听伊个名声，哎，知影这个人做人袂歹啦。但是呢，哦，有一天见到面啦，啊，原来呢，名不虚传啦，就是这么好的人，所以见行为实，文明为底，吼、哦，见行为实啊，世人应我，这个好人，伊对我有帮助。应该会当做我的好朋友，会当引导我走对的路，会当甲我解释唔对的代志，互我会晓预防；是对的代志，会当引导我行。所以呢，这个人对我有帮助。是我的好朋友，这就是菩提之道，会把我带领的正确觉悟的道路，这叫做善知识啊。这就是佛陀呢对善知识会当因伊行入正确的道路，佛陀都是用感恩心，所以正面的文呐，就安尼讲吼，有提婆达多善知识故。提婆达多啦，也嘛是我的善知识。虽然啦，每次拢予我的呢，的课题拢总是呢恶业啊，都、就是要予我的功课做。这都是善知识啊，本来是共款。都有咧修行啊，但是有个人修行啊，是真单纯的心，去除真多的这个烦恼，培养善念。但是有个人呢，法都是安尼伫咧听啦，但是呢，对人啊的意见。你要遐尼认真，啊！我甲你障碍，看你还阁有法度遐认真无？你遐尼真清净，那我看你清净，我用种种的方法来阻碍你，看你有法度呢，会当清净突破了。这款的障碍无，就是有人呢，唔是为着家己要修行，只是为着要障碍他人。啊，伊嘛是伫修行中啊，这呢，嘛是一种的习气啦。这修行的团体中呢，
难免也有阿尼的人，所以佛陀就是提出了呢，提婆达多，处处障碍，开头的因缘呐，好生生世世的因缘是真多呀，但是佛陀呢，就是要修行。绝对不去可以靠过半途而废，他还是感恩呐、啊。释迦佛就是时时感恩善知识，所以以正面的文呐、啊，有提婆达多善知识故，这个善知识，所以令我。记住六波罗蜜，释迦牟尼佛就是因为有善知识，提婆达多啦。那释迦牟尼佛呢，就无法度记住六波罗蜜啦。慈悲喜舍，在十。道法啦，拢安尼过来啦，才会当得到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庄严的形态，金摩金色吼，佛陀会这么庄严，这么正有福德智慧啦，就是因为。有阿弥的善知识呢，来解相对，也大头练出了以这个呢，诶力量，积聚了六道，四无量心，也用那个菩萨因行积聚，才有法度完成呢。三十二相，佛陀的形象啊，从脚底一直到头顶无间顶上，每一相呢，都是互人看欢喜呀。三十二相，同时随着三十二相，这个身形呢，开口动舌。基本动作，一切一切，八十种好，就是随着三十二相的形态啦，现出了种种好，人看欢喜呀。再接落来一段文，就安尼讲，各有除了积聚六波罗蜜。参加慈悲喜舍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以外呢，释迦牟尼佛再搁再继续十力啊，也搁有四无所畏四涅法十八不共神通道力性定正。广度众生，皆因提婆达多善知识故，那安尼就会当知影，佛陀呢对提婆达多啦，偌尼真感恩啦，甲提婆达多一直赞叹为善知识啦，虽然。回遐尼真多，一接无啦。尤其是呢，生生世世呢，来障碍伊修行，就是有人安尼障碍，有法度胜过了障碍啦。这才是力量现前呐、啊。因为安尼佛陀感恩呐、啊，提婆达多。善知识，
所以如来继续实力。这实力呢，第一就是地觉处非处地力，地觉就是已经拢完全了解啦，佛陀已经觉悟啦，以天地合二为一啦，这道理。处都是道理啦，所有的道理意义啦，无有一人不了解。该教的所在无该教的所在，该做的代志无该做的代志，这对的道理唔对的道理，完全的拢了解，所以叫做知觉处非处。地力，这呢完全真具体、清楚了解所有一切的道理。啊，第二呢是第三世业报地力，唔只是知影今生出世，也搁在过去来生的代志。不只是过去丁点结情啦，无不通达了解。第三呢，地主禅解脱三昧地力，这就是佛已经呢时时啦，无不都在定力中。三昧呢，也就是。定力啊，那个心呢，心体寂静，离意邪乱，这是佛陀的心境，时时呢，拢住在寂静清净啊，离开了那份的邪乱，这叫做三昧吼，那三昧。地力，这是佛陀啦，已经伊的心态对任何的境界啦，他就是安然自在，如虚空啊，寂静清净啦，这种的三昧地力，一第四呢，是第。诸君性律地力，啊，知影面对着众生因缘啊，了解众生的根基，啊，因为了解众生的根基啦，佛陀呢四十多年的说法，从。顺顺善有阿含因缘果报啊，苦集灭道啊，开始呢，安尼，予大家人先了解啦，这种种的教法啊，一直教甲中间的人，佛陀呢。去了解呢，生命的来源啦，生命是永恒的啦，
生生世世，未来，咱是要伫倒一个家庭，未来是要对虾米人生活，未来，咱爱伫人间呢，搁再延续虾米款的延落去，这无不都是过去生中的因缘延续啊。佛陀了解啦，自根性乱，这是佛陀的智力，了解众生自根性乱啦，甚至在种种界智力，要安怎样来为这众生解性呢？唯有佛陀会当解开众生的迷啦，啊！可惜佛陀在人间的时间久啦，已经过去啊。但是佛陀的发心呐，就是法还阁留存在人间，这是永恒的，这永恒的发心呐。甲咱现在未来的众生生命变故啦，咱人人一生命嘛是同款呐，无数来法也是同款，佛陀讲呐，这个发心永恒啊，咱都要真用心去相信、去体会、去了解，所以。在种种界地里，那就是法发心呐、啊，会当呢来解开众生的迷津，叫做发心，就是佛法啦、啊。第六呢，就是在种种界地里，啊，种种界呀、啊，十法界呀、啊，会当知影十法界中呐、啊。要安怎样去改回归呢？进入四圣道，入到佛的境界去。这十法界包括了天人地狱五鬼畜生，这拢叫做六凡呐。也阁有啊，声闻缘觉菩萨。佛，这讲起来是十法界，叫做六凡四圣吼。那佛陀拢了解，啊，第七呢是第一切智所陀地力。啊，咱要安怎去何去何从啦？那这佛陀拢了解啦，而且呢，第八啦，第天眼无碍地力。佛陀呢，无不都看尽了呢，人间体相。第九呢，在宿命无了地力，咱的宿命过去现在啦，在佛陀呢，完全清清楚楚。第十呢，是在应断习气地力，凡夫修行啊。常常讲，就是要修咱的习气啦。那习气若无断呐，咱呢永远都无法度完成修行的方向。所以咱来应断成数，乃至六尽，必定呢爱心断去了咱的习气。所以常常讲。习气爱断呐，这些习力再来，素无所谓，真简单，大家人拢知影，一切地无所谓。那第二呢，六尽无所谓，说尽道无所谓，说尽苦道无所谓，吼、哦，接落来呢。是数量化。
四念观的第一，就是一切不思念，念就是念修啦。那是若有众生恼财，是不思财。众生若爱钱，咱给伊钱，伊需要吧，咱就给伊啦。那若是恼法，就是不思法给伊啦。这是因生亲爱之心，吼、哦，那么这就是伊需要钱，伊需要法啦，伊需要多，咱呢拢总愿意布施予伊，财施、法施、无畏施，这就是叫做布施量付出来予众生。第二呢，爱意念，爱意的念修，那就是众生烦恼多啊，咱来用种种方法啊，依然随众生根性来个安慰吼，来个指导，树因是生亲爱之心，可以愿意接近来吼。依附来接受这个道。第三叫做离行量，那就是讲起心求意善行啦，利益众生，受众生啦。因为阿呢，甲咱会当亲近，因为咱要度众生啊，所以呢。爱和众生愿意亲近咱，所以叫做离行量吼。第四呢，动思念吼，那就是讲法眼见众生根性啦，随其所恼而分行示现，看众生需要什么，咱会当能及时呢，随伊所需要，咱会当随行示现。数据同事所作占利益吼，那意思是什么款的环境，需要什么款的方式去帮助伊，咱就伫什么款的环境，用什么方式帮助伊，安尼呢来接引伊啦，来修道，这就是行数量法啦。那就是布施、爱意、利行、动事，讲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呐、啊。常常讲，那么这个念念受众生的情啊，哎，起着迄个爱欢喜啦，所以
在彼此之间爱互相欢喜，才有法度呢互相接受啊。所以爱有安呢，所以叫做念。用此四法同情接引啊，这四法呢，咱会通用各有情的方式啦，来给伊接引吼，来引导伊啊，一定呢到大乘的境界吼，到正道啦，一直到呢伊的心灵烦恼啊，完全去。第一吼，这解脱啦，这就是牵引吼，众生啊，咱来顺顺牵引啦吼，那再来呢，就是十八不共法吼。不共法，那就是从心口意无实，咱修行啊，要度人啊，还是呢，爱从心口意开始吼。所以啊，诸佛的地啊，是真充足，内充就是真充足啦，无为之德外现。因为咱拢无错误啊，咱就是德行外现呐，这叫做内修外行吼，形态现前出来，所以一切功德智慧啦，二乘及诸菩萨呢，无以比拟，也功德吼，二乘。就是声闻缘觉啦，一直到菩萨也无法度呢，到佛互相相比吼，那所以神通道力啦，佛陀已经呢神通道力，这些真微妙吼。这个妙通佛的智慧啦，已经真正的机转通达啦。这些佛真用心修行，长久以来啦，以从心口意三业。就是这么这么注意，很注意哦。我们平时在生活，我们要叫我们说，说话要很小心，只有一个说话小心啦，就不简单哦。难免有时候啦，别人说一句卡过头的话啊，咱真紧呢，就随家己的口中啦，心意无欢喜，口中就冲出了一句呢，甲对方也互相有冲突，
这就是咱平时啦，伫咧讲话定定呢，都是真无小心。啊，无小心，已经话讲出去啊，啊，都彼此的感情啊，互人听入去的观感啦，互人的感觉啊，就是已经无好啦。所以讲，聊。老掉去吼，这实在是足简单都会老掉去，所以咱常常讲，哎，修改无所留，改定会无留，迄、那个老啦，实在是真可怕，拢是伫吼真微细啦，一点啊无注意。啊！咱一句话冲出去啦，咱后悔啦，已经收袂转来了。这就是咱凡夫，那佛陀呢，已经完全到个微妙的境界，伊的心境啊，真正是微妙啊，这。非常的紧密，错误的呢，绝对无犯，绝对无漏泄出去，因为伊的心已经无有错误的物件，完全拢是修得非常的干净，这就是修行。咱要安怎样修甲咱的习气呢？当中无烦恼，无有无明，无有定沙行，这就是咱爱修的。啊，爱修呢，讲起来那好像真困难，其实呢，认真想清楚是真简单，只干那顾好咱心口。意，卖互伊失误去。咱讲话爱真注意修好口业，咱的身躯行动啦，举止动作，咱爱真注意，唔通去犯错。这嘛无虾米困难呐。咱的心念呢，爱时时提高境界，一点错误都唔通呢。浮现咱的心，一浮现咱的心嘛，咱爱赶紧放改改掉，这是凡夫啦。咱来赶紧改去的，啊，咱来会当安尼啦。一直定定注意家己的心口意啦，注意个来呢，那却已经成为习惯啦。歹话未晓讲啦，歹事未晓做啦，歹念未晓起啦，完全呢都无啊，心口意失误的代志都起未起来。这已经是真清净啦，所以咱学佛爱学的安呢，所以佛的妙通极致道力，这就是会当形成了佛的法相，以六波罗蜜。记住，数无量心记住，所以伊会当三十二相，八十种好，这就是完全佛陀呢，伫平时的修养、内修的德啦，现对外面出来，这呢，就是佛陀啊。所以
生活其实那就是地，安尼有这份呢，这神通道力，神通道力，敢那伫咱定定记着，咱的心口意三业，只爱心口意三业呢，安尼过好，这就是总掌管啦，就是总源头。咱的心过好，自然啦，心的行动啦，就会当守住规则。口呢，就无有恶言其语两舌，才语言出来。这呢，是爱搞好好，过好。那会当安尼啦，内修充足啦，那外面的形象就会当头现前吼。那这就是法相，佛陀的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吼，就是来自于安尼修行过来。这就是咱爱将。真用心啦、啊，正面的文呢，会当通去找出了讲，爱安怎来修行，咱的身心啦、啊，那从提婆达多品，这个品开始，咱就知影讲，修行爱耐得苦，啊，也会当经得起磨，心拢无有起落。顶顶啦，搁在过去呢，一见菩提品、法师品，将这个文在往前啦去体会，咱就会当了解吼。所以佛陀以心定正觉功德众生，也当内心清净啦，微妙神通啊。外形三十二相，八十种吼现前呐，安尼呢就成定正觉啦，会当广度众生，这就是成佛啦，度众生。完全归功于提婆达多，天修就是提婆达多啦。那无提婆达多，安尼个磨过来啦，伊无法度这么紧就完成成定正觉，所以伊感恩提婆达多啦。这提婆达多呢？伊有妙法啦，啊，伊个妙法都是安尼，可以积聚六波罗蜜，那培养伊个慈悲喜舍，这是佛陀爱感恩提婆达多啦，所以现如来以一切众生啦，及一切法相，悉教以平等大慧啦。了无执着，那差别之上，佛陀是因为呢，已经到达安尼的境界啊。佛陀伊的心啊，一片光明啊，所看到一切一切众生啊，无不都是已经
平等，所以叫做慈悲等观呐，这无差别哦。所以皆因提婆达多善智识故，这是因为提婆达多还是呢感恩提婆达多，所以推书九万因行有主，以得成佛啊，功有一殊哦。这是安尼，搁再推书过去，向前推啦。那这感恩的心，一旦可以呢完成啦，这菩萨因行啊，所以有主有原因呐、啊，就是来自于。遐尼只长远以前，生生世世安尼来啦，所以一直成佛啦，功有一殊吼。所以啊，提婆达多就亲像伊个师父啊，就用安尼呢业恶的方式啦、啊、来教导伊。所以释迦牟尼佛真感恩。这就是修行的功夫啦，不管修人安怎活呢，还是归功啦，来接活伊的人啊，伊真感恩啦。这就是练锻炼伊的力，一项真精细的物件要完成，嘛爱感恩迄个火炉啊。热火呢，安尼个炼呐，才会当炼出了呢，当真正的美色精美的物件出来，同款的道理啊，这就是佛陀的心态。所以咱爱时时体会佛心，咱回归到当来，咱家己呢嘛爱时时多用心嘛、啊。